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间好心情。本节目是由麦地可佛光山佛光会共同为您制作，我是主持人一心。那今天呢，我们仍然非常荣幸的有请到我们的永固法师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欢迎您永固法师。一心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永固法师是我们华严寺的住持，那他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那今天呢应该说马上要接近春节了，那么师父呢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开示呢？离春节的脚步真的近了哦，因为已经是今天是农历的12月6号了。是，对我们在西方国家来说啊，就是2018年今天1月22号，我们已经说完新年快乐了，对，两三期了。但是呢对我们华人来讲啊，对，你没有过了农历的正月就不觉得这个年过了这样啊。是，所以现在我们才是在送旧迎新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当然谈谈一个佛教的寺院哦，他要迎接农历新年其实蛮多要准备的。是，传统上来说啊，大概呢以农历12月8号这是佛陀成道，就是我们讲的法宝节。是，那当然我们在这因为真天寒地冻啊，我们都过了国历的了。对，但实际上以传统来说还是会从12月8号呢，因为要吃腊八粥啦。这样，那么吃了腊八粥就觉得要迎接新年的脚步靠近。那第一个会遇到的呢是农历的12月15号。那一般寺院会在这个时候举行圆灯法会。那对我们华严寺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就是要配合星期天嘛，好，所以你看今天1月22号星期一哦，那么马上到的星期天呢、就1月28号，对，就是我们的圆灯法会哦。对，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星期天要记得回来参加圆灯法会。圆灯法会呢当然会讲圆什么灯啊，是、这是光明灯嘛，叫光明灯圆灯法会。那我们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其实都会举行光明灯消灾法会。那各位看哦，在大殿里头就去在佛前哦，我们还是很传统的保留了这种灯塔的这个有一个供养在佛前。是，这两边都有的，两边、对，各有一座这个灯塔，并不是说一盏就好像那个海边的灯塔，不 是它是由许许多多上百上千盏的小灯泡然后围起来的一个灯，一座灯座这样。那上头都有写的名字的。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供养人都会有名字在上边？是是，就是祈求一年智慧开，身体健康，对 对前途光明，对、所求如愿这样。当然就我们不太强调要大家去看名字啊，哪一个小灯泡是你的啊这样。是，其实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对，就你名字上是要写上名字哦，但实际上你供养的是整个殿堂的光明。也不止殿堂，是整个道场。也不止道场，是你整个的人间多一盏灯。对 对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不是只有外在的这种看到的一盏灯的光明，最根本的回归根本就是把心灯点亮。是，尤其借着这个跨年的时候，我个人因为有这个习惯，我一定是哎呀赶快，虽然我时间也是很有限哦，是，我一定要总的去反省哦，我过去一年我是不是有许什么愿或者计划什么事情，那我做到了吗？我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哦，是，然后就想去年没完成的，今年一定要完成啊、你就会有个期许，这样子。然后去年没有完成，为什么呢？方法还不够确实啊、那我今年要换一个方法，督促自己哦，怎么怎么这样子。所以说，也就是点亮自己心中那盏智慧明灯啊、对，让自己更贴近实际。那当然你要有那种智慧去关照这些了，包含反省啊，还有规划未来哦、那么所以。我们讲光明灯圆灯法会就这个星期天，那其实同时因为要准备过年嘛，也会看到道场也有一个功德叫春节平安灯。对，去年很多那些很漂亮的那些小灯，我记得好像还有带回去。对、那个可以带回去是许愿灯，那个许愿灯、特别供在佛前的许愿灯。那供在佛前的那个红色的、像红纱灯那种、红纱灯那种、有下面吊一个须须下来，很漂亮、很庄严，还有一个名牌挂在上头的，是供养人的名字。今年会有多少盏呢？去年好像是不够、
不够哈，所以我跟如中法师讲啊，我说因为他负责法务啊，殿堂管理嘛哈，我说如果不够的话，把我跟我母亲家人点的灯的名字可以把它拿下来，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赶快让给大家，很欢喜这样哦。师父的心灯已经点亮了，其实物质上这个就 对，实际上你发心供养，功德自然就有。不在乎说一定要挂在哪里。对，当然我们学佛久一点的人呢，比较知道，就很自然，他就是一个无相布施，根本连无相布施这个概念也没有啊，光顾着我点灯是为了给人欢喜，我把它让出来还是给人欢喜。对，我就觉得佛教是很欢喜的佛教。对，所以说有多少盏灯哦？我想它挂上去之后，大概一两百盏会有吧。那么大家不用担心，反正你只管登记就是了。然后我们法务的如中法师就想办法给他每一个人都有一盏灯可以供养这样，但只是大家还是跳出这个思维模式，不要以为就那一盏灯，对，实际上光明灯那供在佛前，那是整个殿堂整个道场整个人间的光明是由你供养，尤其他为什么他可以广结善缘，就是人家来到道场他见到佛的欢喜，他读诵经文所得到的这种智慧啊、启发等等，这种他可以见佛可以见法，也是因为你点了灯供养。对，这个你要讲说无形中展开的这个善缘好运，那是讲不完的。是。那春节平安灯呢， 是因为也不是只有灯笼，它其实是整个道场的这些过年的造景啊、布置啊、这些那么多人赶着过年来看到那么欢喜得到欢喜啊，甚至于还有人传出去说，哎呀，要过年啊，到华严寺去，到佛光山去，最有气氛呐、哦，你看有财神爷啊、你看哦，这个舞龙舞狮啊、这些所有的欢喜也是因为你供养春节的这个平安灯，除了是灯，其实整个过年的这些布置都是你供养的，那功德很大哦。对，尤其是就是说，因为人家听了说，那布置的好美，好有气氛，人家来，还有个得度，有个入门的因缘，也是因为你供养。是，很欢喜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寺院过年的时候，他做这些圆灯啊，然后大扫除啊，这个前两天都已经大扫除完，那么现在在布置啊、挂灯啊，你也可以帮忙当义工啊。对，其实我们华严寺是欢迎所有的有心要来贡献你们的才智的人来我们这儿做做义工，其实会很欢心的啊，是，因为我们这边那种氛围啊，真是让人很欢喜。尤其啊，到你看除夕的前一个星期开始哦，对，我想我可能再慢两次哦，就真的要到除夕前，我们会有佛光年宵。然后再介绍一下，对，佛光年宵，这个也是很有名的，敬请期待。对，这一次的年宵，这每一年的年货我们是随缘的，比如今年多了一些泰国的一些很漂亮的东西。是，其实师父我跟您报告我一个体会，其实每一年我都会买一些年货那些东西啊。刚开始买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哦，觉得随缘吧，反正看着好，或者别人说，哎，给我介绍我就买了。但实际上买完以后放到那，真的经久不衰的那种啊，就越看越欢喜。它确确实实是通过我们的师父们呢精挑细选带回来的。后面我有时候就想，是不是带着我们法师的法力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越看越欢喜。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有时间的话，过来结缘也好，好心也好，就算是你贡献性也好，你带点回去试一试，也许有我的体验。欢喜，带回欢喜啊！对，好，所以佛光年宵可能我们要另外的一集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我们今年的特色在哪里？对，那当然就是从佛光年宵，然后除夕，一般讲上头炷香了，我们讲烧年香，是，因为一讲头炷香，有些人就要蒸。哪一个真的是第一炷香啊？对，大师就告诉我们不用争了，你每一个人的第一炷香都叫头炷香，是，就叫烧年香啊。然后初一一定是新春礼千佛法会啦。那么延续一直到正月十五上灯法会啦。是这样子的，就是传统寺院里头大约就是从圆灯到上灯，你看都是以灯作为阶段性的一个段落。对，所以我想用点灯啊、圆灯啊，就圆灯上灯这样哦，来作为一年的一个起始的一个标志哦，那也可以知道说佛门是很重视点灯的。对，其实上真的没有灯没有光明吗？就没有智慧吗？就是
开智慧啊，现光明，好像就是我们修佛之道上非常期望见到的啊。是是，所以刚刚讲说点灯，其实它向外有很多的结缘啊、供养这些意义啊、功德，但向内最根本的是点亮心灯。这个所谓点亮心灯，其实是一种智慧的开展的意思。其实师父，我记得我们今年应该还是会有义工围炉。义工围炉就在这个星期六了。对，如果有担任义工的话，就记得还是要报名，因为毕竟哦，我们的地学坊这个场地啊，大约只能容纳到150人、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的义工是做到大教室里面了，但再怎么样都不会超过200人了。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还是以义工报名为主。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海外留学生的青年围炉啊。哦，这个很特别哦。对哦，我倒是挺期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能听到师父的介绍，有这些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些小孩子们呐、小青年们留学生、其实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2月3号。对，2月3号、对、我们大人就义工的围炉是在1月27号、就这个星期六嘛。对、那么海外留学生的围炉，他为了这个留学生就大学生来聚餐哦，他下午就开始有个寺院的一些体验，抄经啊，禅坐啊，体会一下哦。对对对对，然后晚上6点才是留学生的围炉啊。刚刚您提到我们特别是为这些出门在外，这个家族都不在这里哦，那要过一个中国年，那我们特别邀请他们回来有个聚餐，我们叫围炉，还要发压岁钱给他们的。哇，我真的希望我们有幸听到我们节目的青年，我们是很欢喜能够跟留学生们结缘，让我们的青年来尝尝我们的素食的围炉。除了品尝素食，其实认识一些好朋友了。对，认识好朋友、感受一下家人团聚的那种感觉啊、那2月3号哦，对，所以2月3号可以的话还是查询一下比较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师父今天的开示，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师父给我们选了一首非常喜庆的叫点灯这么一首曲子。对，儿童版的点灯这首歌。 对, 对、好，那如果听众朋友仍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514-721-2882。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心。